这艘船呢，那个交付以后呢，马上紧接会进行科考试航。科考试航的主要目的呢，是验证我们这条船的科考设备啊，安装以后它的性能是怎么样的，设备是不是能正常运作。科考试航结束以后呢，我们紧接着会执行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。